有一个学生站着发光的，然后老师也是哇抓他抓不到，因为很有力。他们喊到的那个声音会让你毛骨悚然。因为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学校都有鬼故事。有啊有啊，很多，这个真的很多。我看我读的每一间学校都有他们的鬼故事。尤其我最记得的是我在关丹读的小学哦，哇，那边是我遇到最多灵异事件的一间学校。那边。那学校啊，经历过三次，可是当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啦。OK， 就是我们看到的，眼睛看得到的。OK， 什么呢？就是玩那个灵魂拳嘛。哦，那时候小学生哦，到一个季节的时候就很喜欢玩灵魂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玩那个哦，拿那个闪拳哦，然后拿画那个纸，画到很多那个答案啊，然后叫做什么灵魂拳，去指示你问他问题，他会回答你，好像碟仙这样啊。那时候很流行，每个学生每一个班级都在玩这个。就原来我也是有玩的，那时候可是我们玩，因为我们是先不先去啊，我们自己走在去的。有一些人玩得很认真，他们真的是玩得很认真，真的是去请到这个灵魂拳来。那么因为是小学生，所以他们都不懂那个规矩。就是那规矩就是说你手按着那个钱币哦，每个人一只手指按着那个钱币，他在走的时候 ,OK, 你那个灵魂拳他还没有离开，你还没有邀请他离开，还没有离开，你不能够把那个手放掉。对吧，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个路，可是因为他们是小学生，他们都不是很懂这个路，所以也是人家玩跟着玩你的。然后那时候就学校的那个上课中心响，哇，大家很紧张哦，就哇，这不我要收啊收啊，老师上课喽，上课了，哇，快点收了，不用紧哦，因为我们就想，上课了，等老师进来，哎，突然间呢。我们的教室是隔着一个走廊的隔壁的，就是隔壁那隔着那个走廊的隔壁的那一间的教室，突然间就很多人在那边哇围过去嘛，哎，什么事情啊？你跑过去看，有好几个学生 ，OK, 他们是在玩灵魂拳的，好几个学生，一个呢就坐在那个他的位置 ，OK, 他的桌子那边。坐在那边，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哭，哎，哭。老师已经进来了嘛？老师叫他听，叫他问他什么事情叫他。啊，就是没有理老师啊，就在那边哭。然后不用紧，另外一个就一直在那个角落的墙壁那边一直在捶墙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学生，就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我不大记得了，因为很小的时候那个，然后就这样子情况的嘛，哇，好几个学生在那边就是好像发狂了，已经失去理智了。那时候全部学生都围去那个教室在那看，很恐怖。那个情况，后来老师就叫我们全部回教室，不要围在那边嘛，就大家全部回教室。然后过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解决我们？然后第二个灵异事件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有那个运动会，来，就是那个学校的运动会。那时候我们的学校的运动会哦，因为那边学校他的学生很多，所以他们的运动会他们都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学校的操场那边来去进行的，他们是去租这边的。哎，都我们要练习那个。运动会就要去到那一个学院，就只是去大概是两三次而已的。有一次就去了那个学院回来，就有一个女学生，那个女学生
回到来的时候，突然间他整个人僵硬掉哦，好像那个整个人僵硬掉哦，嗯就好像一直踩一样倒下去了嘛。然后啊，对，他被东西就是那种上身了，对，上身了，他整个好像那个柴一样，就硬硬的。硬的，真的是硬硬的，他整个人这样子。然后老师他们是抬他进去那个啊办公室，放他在那个老师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个沙发，就把他放在那沙发。他的身体不会完。这样子，后来他们不懂事，也是过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我是知道就是。然后第三个灵异事件。来，我快快的讲，三个灵异事件，也是在那个学校，同样一个学校，就是，哦，那有一个学生，也是啊、就突然间发光，然后老师也是哇抓他抓不到，那很有力，他整个人很有力，然后后来就也是咯，就把他抓去办公室。后来他们在他的 bag 里面找到一个叫做巴拉万的人，巴拉万其实后来我们就每个人都很好奇巴拉万，那巴拉万是他们马来人 ，OK， 马来人甘风里面他们拜的一种叫做打架神，那打架神他是给那个东西弄到他发狂，后来把那个东西拿去烧，他就没事。哇哦！嗯，其实马来学校有很多的，我以前中学是读马来学校的，然后呢我读的那个是普通的马来学校啦，因为就是新村的嘛，然后以前是每次骑脚车上学的那一种OK，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记得很多时候是突然间每次诶怎么突然停课的，诶怎么突然间又一个小时的课又没有的，原来过后我就有去问朋友，原来是学校的那个马来女学生被鬼上身，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是上课的时候我们是突然间就听到哦，好像隔壁几间的教室这么突然间好像跟人家打这样子的，呀这样子，然后又丢东西，乒乓乒乓乒乓这样子的，是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哎，这样吵的，这样奇怪的。之后一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然后就全校的老师就全部都去完那个教室，然后就捉那个女孩子。然后他们不是有些念经的地方的，就捉她去那边，然后就全部人去那边念经，连学生全部马来学生去那边念经，这样子。他们的声音是。叫到很，你会很怕的，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懂讲讲，他们喊到的那个声音会让你某人懂的，我不懂怎么讲。失去啊，对，他是好像整个人发癫，喊到歇斯底里那一种，我有听过。他有点酷，可是有点很生气的喊这样子的。我的经历是通常都是发生在马来女生身上，很奇怪哦，真的，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在工厂之前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也是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就是突然间那个员工突然间就在那边喊哦，那时候我们是做那种半夜的，就是夜班，所以是晚上七点到早上、第二天早上七点、然后那时候是三点多这样。就突然间有人在那边喊啊，然后就在趴在地上这样一直这样滚，歇斯底里在那边喊，哇，吓到我们全部，哇，练习哦，或者是很恐怖啊，是很恐怖。每次都是他们的，也是女生，女生，他们的力气很大啊，对，真的很大力的，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几个大比较高大的那个。男老师去按他的，去抓他才抓得到，很夸张，直接就是几个压住他，然后就去他们那个念经那个室那边去念经哦。